圣经诗篇101篇。我要歌唱慈爱和公平，耶和华，我要向你歌颂，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，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呢？我要全完全的心行在我家中，邪僻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。叛逆人所做的事，我甚恨恶，不容沾在我身上。弯曲的心思，我必远离；一切的恶人，我不认识。在暗中才谤他邻居的，我必将他灭绝。眼目高傲、心里骄纵的，我必不容他。我眼要看国中的诚实人，叫他们与我同住。行为完全的，他要侍候我；行诡诈的，必不得住在我家里；说谎话的，必不得立在我眼前。我每日早晨要灭绝国中所有的恶人，好把一切作孽的从耶和华城里剪除。圣经读毕，愿上帝赐福佢自己嘅话语。